神的经营就是为了得着一般敬拜神顺服神的人类，这个人类虽经撒旦败坏，但却不再把撒旦当作父亲，而是认识撒旦的丑恶嘴脸，认识撒旦的丑恶嘴脸，弃绝他来到神面前，接受神的审判刑罚，知道了什么是丑陋，什么是圣洁的对比，也认识了神的伟大与撒旦的邪恶。这样的人类不会再为撒旦效力，会再去朝拜撒旦供奉撒旦，因为他们是一般真正被神得着的人类，这就是神经营人类，神经营人类工作的意义，在这次经营工作中，人类是撒旦败坏的对象，人类同时又是神拯救的对象，也是神与撒旦争夺的产物。神在做这工作同时，一步一步地将人从撒旦的手中夺回来，所以人便离神越来越近，人便离神越来越近。